了解事情，关注民生，关心朋友们就好。欢迎收台今日时线，今日是12月31号，农历12月17。今日是2020年嘅最后一日，回顾过去极不平凡嘅一年，有着好在不容易，甚至是伤疤，但又感动及向上，让人向2020说再见，并做着温暖再见，走向美好嘅2021年。再来同你直接好消息，今日国媒两方两控机制发布，国药集团当局三月新冠灭活目标已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附条件上市，这只成果来之不易。当局目标上市为全球振兴目前注入信心，也为目标成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有力的支撑。好，走在来台见咩节目？马吉就是2021年元旦了，山头也将布置阿车尼，所以这个元旦行去必定充满喜气。期间，阿车会、山头市集会会、大华市设置多个元旦吉祥阿车拍卡景点，为大家能送福利。大家只要发表吉祥物形状拍卡图或者是短视频，就可以参与抽奖，免费获得吉祥物金红花。吉祥物的销量有直百只。到即将到来嘅2021年新年元旦，元旦吉祥迎阿车贺新年，也出吉祥物活动，将到华市开放广场、小公园、南明广场、火车站、甲广厦北滨广场举行。市民游客可以到志愿者嘅引导下，通过扫码上线，甲金凤华合影、上团门道，然后参与抽奖，将有机会获赠第三届亚洲青年运动会吉祥物金凤华。以这种方式为阿车加油，为山头点赞，为新年拍卡，为当局祝贺。明早到小公园，不少市民已经提前来到元旦吉祥阿车拍卡景点拍卡。今日从门江南街过来，了去做阿车回来，江南街来做个铁佗来了拍卡这个地方，这个是对南街是从一年。听说这边有一个亚青会的打卡活动，然后就今天早上专门来小公园这边跟我男朋友一起来个参与了这次打卡，很开心。然后对于我们汕头来说也是一次非常重大的一个活动，就希望汕头这边能够越来越好。此次活动以山下拍卡、山顶互动的形式进行，市民游客可以根据相关指引，通过到媒体、微信和抖音等指定平台点好照，发表吉祥物形状拍卡图或者是短视频，再参与互动就可以参与抽奖，有机会免费获得吉祥物金凤花。吉祥物销量直百只，活动时间截止到1月3号的8点。元旦呢是那个新年的开端，把那个我们那个亚青会的吉祥物那个金凤娃与元旦结合，叫元旦吉祥。线下那个我们市民和群众都可以通过这个到5个打卡点与我们那个吉祥这个打卡点进行合影。线上呢，在志愿者的引导下，扫描二维码，上传到我们那个汕头那个亚青会的那个官网那个公众号，然后参与那个微博、微信和抖音的互动，然后参与抽奖。就获得我们那个金凤娃，这也是非常有纪念价值的。据介绍，第三届亚洲青年运动会进入多改新以来，亚青会山头市执委会按照把主牌框转化为发展框的思路，稳步推进亚青会场馆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统筹推进垃圾往整治、环境卫生、交通特殊、绿化美化等工程。广泛吸引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赛事活动，实现盘活植树会九话直助声，向世界呈现当局气派、广东风采、山头魅力。下来呢，我们也会在春节在各个节点呢推出一些那个宣传活动，希望我们市民和群众呢积极参与，为我们呢汕头呢加油，为我们亚青加油。今朝日受极端以来最强寒潮的影响，华市气温骤降，出现大风低温天气，但寒流动爱个温暖从未缺少。咱们市民政、公安、城管、卫健等部门就开展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为寒食困境、居无定所、流落街头的难民提供救助服务。
行荒灯、面镜、光暗、射光，会镜灯望门计更增能温，加救助站计更增能温，红透镜筒。交池库多条主要江道，桥梁陷洞，车站码头、公园广场等流浪乞讨能温，经常逗留的地方，开灯送车镜筒。发现有流浪乞讨人员，就向伊人宣传救助政策及防目知识，并耐心劝说及引导伊人接受救助，入站避坑。到幸会桥下，这位流浪人员则被到咸蛋蛋糕食饭，谈到江镇人员之后有点的紧张。江镇人员耐心甲伊沟通，劝导伊能够救助站避坑接受救助。大哥，你哪里人？大哥，你是哪里的？家里还有没有什么亲人啊？进去是吗？冷气就在这，就在门外啊。那里有吃有住啊？好不好？太冷了，在这里。这筐送门坑头后，几名流浪人员并愿意跟随江镇人员回站救助。站咩？江镇人员找交界寡位流浪人员，拢唔愿意到救助站接受庇护。江镇人员只能够为能送上巨响嘅衣被甲食物，并留下救助电话，希望伊能到有需要嘅时候，甲伊能联系。今晚行动的任务主要是劝说和引导流浪乞讨人员接受救助，入站避寒。对于确实不愿到站接受救助的人员，我们准备了一些棉被、棉衣、方便面、饼干等物资，供他们御寒使用，也会告知他们具体的求助方式，方便他们随时求助。同时，我们也准备了口罩和防疫资料，帮助他们做好疫情防护。其救助站表示，落来将以保障流浪乞讨人员生命安全为出发点，以抓好救助联合目前常态化防控为基本点，提速开展行动送温暖专项行动，做好站内受助对象防寒保暖，并组织开展居民送车救助，切实守护流浪乞讨人员的生命健康安全。寒潮期间，我们还会继续加强巡查力度，确保流浪人员等困难群众能够温暖过冬，安全过冬。乐有着古堡运动了，乐确实点唔爱着工作，生活从不变在，但运动随时可以开始。故事在行，此处言语，相当作者懂起来吧。语言阿车会，今日时段突出狂浪，懂起来，教你作者感受体育的激情。今日视线由黄老爷酒业独家冠名播出。黄老爷五子衍宗酒，古方传承，本草入躯，真材实料，健康有道，好江好水出好酒，黄老爷酒业，金沙东路星光华庭专卖店诚邀莅临品鉴。爱布兰格格刷套新店，新白开业，新店新址新服务，名牌格格吃会足，隆重推出创业居家定制服务。爱布兰格格地址：金沙路108号，国际商业大厦二栋。爱布兰格格刷套新店，新白开业，新店新址新服务，名牌格格吃会足，隆重推出创业居家定制服务。爱布兰格格地址：金沙路108号，国际商业大厦二栋。新事菜是新鲜事儿，你想知道什么事儿？美食佳肴，十全十美，舌尖上的美味与您共享。爆款新品，都市时尚时刻在线。立足潮汕文化，荟萃艺术之美。与你
与最近，心心相印。汕头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爱布兰家具山头新店，色彩开业，新店新址新服务，名牌家具齐会足，隆重推出全国居家定制服务。爱布兰家具地址：金沙路108号，国际商业大厦二栋。打开叶阳柜，东北江乡博多村，当堂下草人生特卖会，年末岁初青春同在。本届人生特卖会取得圆满成功，活动进入尾声。西藏当堂下草协会副会长、亮下南溪聂阳柜东北江乡博多村外草南合作社，昨年特级大会到山头，每只种藤草就到特卖会现场。多几个山青、山药香、野生海鲜，天配祝福，恩无尽无。我方认证黄秋蝶镜、黄山蝶证明，并直播证每滴本线，黄家每强挪背50元界，后期要贴当堂下草，山蝶蝶镜更数每强89元。黄家每强328元界，后期特贴当堂下草，山蝶蝶镜更数每强128元。现场每直播强30强，每50强33强。活动地址：汕头金海湾大酒店一楼大堂左侧。庙庙孔庙宾馆二楼第八，活动热线400-667-7031。爱布兰家具山头新店，色彩开业，新店新址新服务，名牌家具齐会足，隆重推出全国居家定制服务。爱布兰家具地址：金沙路108号，国际商业大厦二栋。千百年来，老祖宗传下的美味，被汕头渔民牢牢网住。海霸王潮汕饺系列，停海开南东客村是个养根本面的草莓村，往年的草莓葵总有好多游客慕名再来采摘和剔脱。镇安遐已经交了草莓上市的开采，但东客村的草莓却易伤减损，这引起了当地农业部门的重视。到东客村一个正式专业合作社，卖着草莓拢出现血面发黄，家己搞起来，花有萎样的状态。合作社负责人苦涩招谈，伊多年其他正式好种草莓已经有20多年，过去值得销声蓬勃，但今年唔再做呢。草莓不断受到病菌的侵蚀，大面积减损。你种草莓品种，就种落了正差品种。人家主要该属于荷兰的凉菜里为主。个情况，整个贸易还理想。基本爱有几成就是无闲。个情况以往呢又有严重，即目前表现还是只有病菌。包括根虎病、五味病、炭疽病，是各方面比较严重。记者走访发现，今年大多数草莓正式好拢遭遇减损的情况，部分正式好甚至是颗粒无收。我种植个差不多几斤两亩地，只要生得好了，大亩地有6000斤都种有了。今年呢，种到人大部分要听那个农村的破烂还爱给啊，有收完人我就叫接受，是不是？人今年收了唔够成果，甚至无收。我这个如果是据介绍，东溪村是开南店的草莓主要产地，到政府的扶持下，正式规模已经达到500亩左右，正常计划一户直采顿的收成。但近年来，当地草莓却逐渐减产，今年意味严重。部分正式户主推测，这个天时、土壤、草莓品种等方面有关系。去话台湾对那，一直。土壤整个客人呢，这个是极大问题。但是总体来看呢，那我哋民政老会望更新，望突得。目前当地农业部门高度重视，已经邀请省农业专家再来画面，小户正式好举国目对。所以讲啊，是迄个零落去个比较重视，所以你今年也是爱，但是无等今年很严重，但是人无比较无实力。比阿婆难，阿婆难猜，所以目前阿婆病啦，咱去肯定啦，许个是原因。遐个草莓，伊个出现咗，遐异性死亡啊，等等这个情况，都也有甲遐去这个农户交流个这个问题。所以呢，我近期也是有这个问题在进行接触遐个新收这个培训。
像像那龙双红，那个黄那龙，那哈个庄稼来种来托，托后头那有啥物措施？改革农工这个这个那个工人啊。眼下，我市正在积极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日积相当，未少人外搬垃圾到庄里分所困扰。其实这个问题听起来复杂，事实上并不恶，关键是思想上要动起来。近日，有关部门主导市实验学校举办这顿垃圾分类小人手决赛，通过比赛提升参赛学生会计垃圾分类意识。近日，来自全市各小学三十几代表队伍参加比赛，每支队伍按名参赛队员通过分工合作，用实物卡片模拟生活垃圾分类情景竞赛，按垃圾四分法：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多余垃圾、其他垃圾、豆角箱应该垃圾收集容器等。300张实物卡片要到行驶3分钟之内分类投放，正确的一款初步卡诺分，直到蛋壳是竞争到冰心蛋瓜，但基本上拢难度大个。牙膏皮有点忍不起，还有榴莲皮、核桃壳，还有田螺壳。田螺壳不难分，出于田螺我以为是其他的。啊？其他？其他？我感觉我们大家都很好。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所以练习了起码有一个多星期。对，知道。这样的话可以让中国的资源可以再多一点，然后可以减少对那些动物的保护，对水源的保护。通过激烈的比拼，最终新乡小学代表队加桂花小学代表队获得一等奖。就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对我们这个垃圾分类是都已经掌握得很好。然后，就我们在培训的过程中也是一起学习，然后共同成长，有利于保护环境，在资源回收。垃圾分类的话，那我们清洁工或者是这些回收垃圾这一方面的那些工作人员也可以减少很多的。工作量。据了解，为向学生普及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师生形成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习惯。自今年10月起，市城关吉联合市教育局开展垃圾分类进校风双团教育活动，全市各中小学积极参与，各享神通，精彩分听。不少学校可通过校风双团栏、电子片、黑板报、微信公众号等开展双团。营造浓烈的氛围。垃圾分类是一种新时尚，开展这个垃圾分类，它的最重要的源头就是在这个垃圾分类的意识的培养，而在这个源头当中的源头，就是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学生抓起，就是小手拉大手吧，这个很好的做法。所以通过学生来影响家庭，就是这个意思。通过家庭来推动市区，通过整个市区来引领整个社会。市区沙卡关高青油公园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治和装扮，水体清洁，环境优美，成为市民行为运动的好去处。为正式部提升公园的原则，接下来相关单位将到青油公园构建水生态系统，打造水清草绿、互相强对的清水环境。自挂日到青油公园施工单位正落对公园来计水生生物清洁清理。据了解，指出水生生物对整块青油公园水质起到一定作用，但水体当季杂草何类生长生命，后天缺少一季旺季的生物量，水体缺乏自然能量，有不营养化的趋势，而且通透度有待进一步提升。接下来我们这段时间要对针对这个新湖公园的水质还有通透度这块要进行一个水下森林的构建，我们的施工周期大概有一个月左右，在施工期间会通过降低水位以后会对周边的市民产生一定的影响，请广大的市民多多谅解。水体不营养化改革的关键是定建设的健康的水生态系统，为此，相关单位将到青油公园构建一个水野森林。据介绍，水野森林是以淡水生物为核心，食草汤、梅生物、水生生物等高生态系统。通过到台泥上正式淡水生物，
在岛荒和黑老白等水生生物，形成良性循环界水生态节目链。在水底下种植成水植物，比如苦草类，那么就通过这样子的构建呢，使整个水体通过植物，进行一个深度净化，让水的透明度提高，更加水体更加清澈。同时呢，我们还会构建水底下的一个底栖生物系统，比如的鱼类的种群的配置，还有一些藻类的投放，控制整体的一个水生态环境。时间段为六十多明年冲出水环境，就是这个经济立体经济千万的青河公园将天行本大嘅。平日用贵登白更香博多村当堂系草人生特卖会，年末岁初青春同齐。本届人生特卖会取得圆满成功，活动进入尾声。西藏当堂系草协会副会长亮下拿起日用贵登白更香博多村为草人合作社，上面直接带回到山头，每只种藤草就交特卖会现场。多知个山前山有山，野山海鲜，天配祝福，鹦鹉自舞。我方认证，横沟叠镜，横耍叠证明。并着我战每的奔线，横骑每脚挪背五十英界，头起要骑登藤吃草，耍跌跌镜紧数每脚八十九英，横骑每脚三百二十八英界，头起跌骑登藤吃草，耍跌跌镜紧数每脚一百二十八英，前脚每一百脚三十脚，每五十脚三十脚。活动地址：沙头剑海王大酒店一楼大灯左侧，中央孔庙边框二楼第八。活动热线：4006677031。Ready Go！ 血管年轻，血管年轻，心不老，心不老。血管年轻，血管年轻，人不老，人不老。血管年轻，血管年轻，心不老，心不老。血管年轻，血管年轻，人不老，不老。喝天草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天草丹参保心茶，对血管好，对心脏好。马迹就是2021年横塘行起了，市区黄山路改走行物也传来好消息。长江路口至珠江路口路段车行道将于今晚八点起通车，自黄山路串线可望到明年春节前正式通车。此外，黄山路东山至珠江、五号至山峰等路段已经相继开放并恢复通行，自黄山路珠江至长江路段以四个月再封闭时间。该路段长约350米，规划道路宽30米，目前已经完成车行道列车路面时间及交通运线等配套工程。建设的内容包括排水排污、路面工程、路灯工程、绿化工程、甲交通设施、交通疏导，全部完成。但是现在从到南边就是长江。到珠江路边来吃豆豆，开会到同阿从这站往西嘛，使市民朋友能够过一个快乐个吃工作。为方便市民行程出行，今日八点起，黄山路长江至珠江路段个车行道将开放启通车，而黄山路长线则可望到明年春节再通车。路宽，哦咩，哦，路。一直在通墙，然后也不会到开开挖挖，上落地话，只在用点水就开挖嘛。到底好在路难啊，还是落水淹水积水，每次碰得新，每次等啊，平时再去拔落去，啊，这条路啊，希望会上做单，啊，大家做了会上方便啦。马路的交通开损坏或者是缺失后，结果使过往的行人以及车辆遭受意外伤害，甚至成为马路杀手。这样子，有不法分子刻上目光盯着了交警看。近日，有市民狂言，大天海区洪祥街道外埔社区内河路上，直出排水沟的交警看，遭到侵灭并切插路走。市民陈先生到内河路68号附近上班，12月19号明早，伊上班的时候，意外发现路边的交警看不一致背。随后，伊查看了视频，发现当日凌晨3点外，有一个搭三轮车的大伯乘着慢车，偷偷将交警看搬上三轮车，然后静静离开。
佢话沙龙车啊，佢都在啊打了去。记者留意到，这块被搬走之后，交警就到这个江辉的虹口边缘，人环非常大，路顶车来车往，万一车辆或行人唔小心陷入交警，后果不堪设想。为防止发生意外，邓先生临时出了一个大泵桶，放到交警附近，提前过往控制。怎么你老子搞的啦？快到，等下再抢啊！报警啊！抓死啊！偷盗破坏交警权是明文禁止的违法行为。对于之前缺席的行为，邓先生表示强烈谴责。伊也希望有关部门加强拍击。无啦，相关部门来处理啊！多只老民拢加过罪咯。有关街屋停街框的话题值得备受关注。交警局终于有个初步的定论，街屋保颁布个当上黑街屋停街规则，此件拟定于明年3月1号起实施。规则指出，若确有必要的情况下，学校、家事可以到学生冲到不扩窗、扰乱秩序、行为失控、故危险性、侵犯权益等情形的时候实施街屋停街。直到以来，关于学校如何教育学生反抗与学界冲突未遂的争论，这方面老师殴打体罚学生的新闻不时爆出，经常冲击公正的神经。另一方面，好多老师也吐槽现在怒气卡较狂，唔敢管教。此在有不少案例也引发了社会对教师必要停街框的讨论。诸多情形表明，教育停界面临的最大问题，对于封存的拿捏及把握，既要达到教育的目的，又要避免沦为变相体罚，需要掌握停界的边界及尺度。唔听唔上，固然起唔到责任，但也得避免过犹不及。此在不少体罚事件中，老师认为呾是为了学生好。这样子，当有个老师用拳卡教育学生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家育的目的。这段规则的颁布对于停界接触了明确的改变，还制定了清晰的停界措施，这就让家师到行驶停界框的时候有了明确的依据，避免家师因尺度不清而对学生难施体罚，也能用合理的停界让学生得到良好管教。老师到使用家育停界框的时候，应做到以家育为目的，心当有爱。教育停界的首位宿舍是育人而非停罚，是学校家事行使教育框、管理框、评价框的具体方式。明确教育停界的边界，有边将家事假框、硬框及外框。大交代，这个良好的教育生态需要参与教育的各方共同来努力。如今教育停界的衰弱无聊，各地也要赶紧做好准备，使其往末的落地推进。好，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咱明年再会。